这饭馆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啊。嗯，我打小就在这吃的。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嗯。你单身吗？怎么了？我喜欢你。我就知道当初不应该加你微信的。那怎么办？我真的是认真的。那你吃块鸡肉吧，你加个鸡腿。好，谢谢。你手机响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接个电话。